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欣欣咪，歡迎收看今日的南投新聞。咱的縣長選舉今日進行候選人號碼抽籤，國民黨候選人柯淑華率先上台抽到二號，民進黨蔡培慧抽到一號，雙方人馬攏相當踴躍，跨口號表示支持，並在抽籤以後馬上進行郵寄拜票，希望在這最後36天會當得到更加多選民的認同。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柯淑华伫支持者的陪同下，前往选举委员会进行抽签，并依照当初登记参选的先后大选就台，结果是抽到二号。柯淑华表示，无论是抽到啥物号码，拢会伫最后的阶段进行努力，并来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我们这一次抽中的号码是二号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除了要感谢所有我们最辛苦十三乡镇的团队朋友，在这一次呢，我们的选举过程呢，让大家非常的用心，可以说看到大家在每一个乡镇如此的帮忙，那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也提升了很高的士气。最重要的，我们11月26号，请大家踊跃出来投票，县长投二号，让许淑华继续的为南投，好不好？好。另外，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是抽到一号，现场的支持者是发出一定的当选、南投一定的改变的口号来给蔡培慧鼓励。蔡培慧也趁着这次机会来宣传着伊的政见，并希望在未来会当为南投做出改变，让国民拢会当真骄傲的甲大家介绍，我是南投人。好。这个一号展现的是南投团结的力量，全民最大，县民最大，南投一定赢。过去17年来，南投没有建设，南投黑金横行，所以我蔡培慧，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来规划，我要好好的来走遍每一个角落。我要让南投更加好，我要让大家出去说，我来自南投，我骄傲。这届不仅是两大党的候选人要来参选，第三位登记的王英庆也来到现场，并抽到三号。选举剩最后的36天，每一位候选人都把握机会进行最后的努力，希望在11月26号会当来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记者李伟廷采访报道。